內房股啦，其實我覺得有一諗嘅，因為嗱晏啲咧，今日咧應該出業績嘅有呢一隻啊嚇，等我睇下先嚇。我自己咧就諗緊只2777嘅嚇，之前即係都同大家有推介過，就係買咗呢個萬達嘅酒店嘅時候咧，有同大家推介有賺錢啦，因為13.26啊，嗰陣時開始推介，咁啊最高去到好似15定16咁樣啦，呢啲咁嘅位置最高係16.08嘅，咁我見到佢回翻落嚟之後咧，都有少少興趣啦，咁啊碧桂園我自己都有買嘅嚇2007，咁啊但係2007咧其實就個勢係弱啲嘅，個圖亦都冇2777咁好啦，我自己覺得嚇，咁所以我咧就如果你話博業績咧，今日咧就應該留意一下只富力嘅，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嚇。